藏讯去到世界的尽头。两方的队长来个宣言好了，一路冠军的。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干掉冠军。篮球场上依然绝不退让，速率很快。四大领队坐镇，穿我的球衣，你就是一个 leader。机会愈强愈强，他在向我宣战，我报回去的方式就是得分。这就是灌篮，星期四晚10:30，Now Jelly 至今国际台。